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巴铁。今天呢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些水果，我不知道中文名字是什么，我让你们看看啊，你们看看这个水果叫什么呢？啊，这里啊，你看看，这水果。这是水果，谢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北方的一个好处，我们这边呢什么都是新鲜的，环境也特别好，你们吃的东西什么都新鲜的，水果啊、青菜什么都，你们来吧。